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新年好啊！穿衣服，对啊，我有橘色红，哎，他有红嘴唇，恭喜恭喜恭喜，魏导的那个片52赫兹，我想爱你，对，就应该会在，我觉得还蛮适合过年，就是非常适合啊。对啊，我觉得看完还是有一种就是想唱歌的感觉。但偏偏遇见前那边把距离吹的找不到音，我觉得边唱边演好难的感觉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之前最担心的，就是讲话讲一讲要唱歌。对，对演员来说啦，我说好好话不讲，嗯，对，很难呢，非常难呢。所以你有演过这种就是边唱边跳边还要就是有戏的？我连空姐那首歌都唱不好，你希望我有办法来演这个吗？这个太难了。然后，所以这次特别的地方是，这一些主角们都是算是团的主唱，对，都是专业的歌手来着。他可能不像越来越爱你，可能是先去练习，对，练习，然后本来的本业是演员这样。对，然后但是他们其实都还蛮自然演出，对啊，蛮青春可爱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对那些人不了，就是对不起，就是台湾的歌手，就是我没有很了解，所以看他们就是还蛮就是青春，然后有那种看完很开心的感觉啦，应该是。我喜欢里面那个33岁的小女生，我觉得她很可爱，有共鸣。她这个共鸣惨了，你根本就在演我嘛，对啊。所以你都会跟人家讲你25。跟他的片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啊，还蛮可爱的。对，我在看片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这我家，我可以在我家开一团的。我觉得在我家楼下绕来绕去。当然还有一条是面包店那边，演几家，我觉得就是很熟悉的，一些台北市的街景，然后也把台北拍的，就是还有一点漂亮。然后我其实还蛮想问导演，就是为什么要用一些动画？对，导演的风格还蛮强烈的这一次，我觉得跟《海角七号》不太一样。然后他有很多一开始你会有点不适应，可是到后来你就知道 style。韦德森 ，This is your style。哎呦，有老音，我不知道，就忽然有感觉到，是不是我们一开始觉得，哎，为什么？喂，一开始看片的时候，我觉得歌舞片都会有一种就干嘛？为什么的那种问号？但是就是看久了就觉得。理解，然后也合理了。嗯，因为导演这次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些画面的处理，会让你觉得，哎，好不一样，跟你以前看过的，不管是任何电影，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画面感，不知道是色系还是什么，我说不上来耶。黄黄的吗？那种暖色，暖色调。我不知道，这我自己猜测，就是想让观众有看完，就是猜。心中有个太阳，对，我觉得有一点那种感觉。不然我们来问一下导演好了，导演，导演走了啊，走去上厕所了。因为他刚刚经过，刚刚把他抓住。而且里面有17首歌，哎，哦，好多哦，好多。而且我发现我们最近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多音乐的电影，从魔法精灵开始，对，从因为那部片你一开始是说害怕，对，就不要，对，因为动画片小巴本来以前都觉得小朋友看的，然后看完以后觉得。就是因为他唱了很多很熟悉的歌，对，然后就会就是唱唱跳跳，跟着唱跟着跳。然后接下来的是一部那个《越来越爱你》，对，也是歌唱的片。然后一开始我们也是害怕，对，对啊，我们就是很爱排斥，但是接纳度又非常的大，超奇怪。因为有些我觉得歌舞片就是一种。我不知道男生观众，尤其是男生观众，因为很多观众有在我们那边留言说，他越来越爱你去看的时候，老公坚持不进去，就是让他在外面等两，他愿意在外面等两个小时，就是老婆已经看完就好，因为他男生就是不想，就是男生觉得这是女生看的娘娘腔，觉得娘娘腔，唱歌。就殊不知他搞不好进去以后在里面唱最大声。没有，你要跟他讲说他在里面那西装有多帅。对啊，后来我就说应该拉老公进去看。对，对啊，搞不好就会有另外一种，对于歌舞片会有另外一种想法。还有一个，我们看另外一部，对，《欢乐好声音》啊，哇，每部都是一开始会很害怕，但是看完以后觉得开心的。就是每一部都不一样啦，然后。而且这个魏导的作品让大家期待非常的久，哎，对啊，从《海角七号》是859天前的事情啊，九年前，比较就对一个数字，对各位数字。对，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，就是觉得可以在
更好一点的就是他因为他每一首歌都不一样，就是记忆点会有一点点记不起来。听说越来越爱你，他基本上是一个旋律，然后变不同的种不同调，这样就会打，就是你久唱到最后就会有，就你走出来可能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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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对，就会这样子。哼歌，那像魔法之灵是他都唱一些旧歌，所以你很自然的就在电里面。变成 KTV 的一种概念，欢乐好声音也是有那种感觉。对啊，所以这部片因为它十七首歌就都是不一样，我觉得有一首歌让我在里面有嗨的唱。同时讲出来，一二三，十年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呀，当我啊，很可爱，就是十年啊，这首歌就是十年。哎、欸，我们猜对嘞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让你有那个在里面就跟着打节拍。对。对啊，所以如果有更多这样子会让观众心里有共鸣的歌，我觉得会更加分。就是、可是我很爱，我很爱导演这次的片长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109分钟 ，nice。对，没有我在这个 very nice。对，那很棒，没有分上下。对，没有分上下。对啊，对啊。因为导演有说，他觉得这世界太苦了，他觉得要拍一个让人家开心的片。啊！我刚后来刚刚看完电影，看到导演讲这句话，我就觉得谢谢他，就是在农历年这种时间，就不要看凄苦的片，真的看一下就那种暖心。然后他可能不像一般贺岁片那种哇哈哈哈，不是，他可能是那种就是一种会心一笑的那种温暖在心头。对，还是可以大家跟大家去看看，体会一下过年不同的气氛。全家大小都很适合。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非常期待你们看完的意见呢、欸。对啊，要上网跟我们分享。对，给我们你们的真实反应。搞不好刚刚从一开始大家就已经打了。对，就你在那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那时当下也是可以看到。看完电影的时候，发现我今天忘记戴眼镜。没事，我帮你装。我帮你装。今天忘记戴眼镜哦。好啦，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哦。对啊，我们下次见。大家特写要死了。有完蛋猪。